没进到人家啦。我们很有明星大把包带插骨彩不发达，我们绿色最大胆，把包带插骨彩的呀。在台湾如何站起翱翔，可以不分场合只搞笑，狠心霸道好像自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，当一个没有金箍的混世魔王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加入明星党。没进到人家啦，有一本绿色的票证，立马拥有天龙人身份，然后你就可以不讲道理满嘴喷粪，目中无人，面目可憎，谈出王皇法罪孽深重，就算进蓝道人生共愤，你也有着本乎体的道者，女人你不能克，却能走后门，贪污滥权道德败坏，黄个人民的招财，其他人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把花带插骨彩。我坏了，没进到人家了，不要盖了，不理他了，就是他到哪边进到你了，在加拿大那边到。如果不是民进党，你们就会特别惨，中吹沙满超惨，别妄想我们会心慈手软。快吧，没进到人家啦，不要盖吧，我的天，他们家咋包的呀？我带你呀，凭什么带你？这个民进党本来就黑社会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说什么？本人是民进党员，我真小深懂得民进党的生态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他。